大家好，我是陷丽君。唐诗是最美好的文字，等我们一起读唐诗。今天分享唐诗里面的雨雪风霜，我们通过山行来看看落在唐朝的霜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游人家。亭居坐外风林晚，上儿蓬于二月花。山行的作者杜牧是当时陕西西安人，是京城人士，他生活在803到852年之间，是唐代杰出的诗人、散文家。他的爷爷是唐朝著名的政治家、史学家、导游，所以他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族，家学渊源，天资聪慧。十几岁的时候就写过13篇孙子注解，为平叛献计而大获成功，开始崭露头角。26岁进士及第后步入仕途，从此将忧国忧民的胸怀和相春相别的柔情交织在一起，开始了杜牧式的创作。他的作品题材广阔，不力超见，气势豪荡而又精致软弱，在晚唐成就颇高，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。霜呢，在古诗词入面是一个很常见的意象，可以用来表达时间、空间、状态、思绪等等。我们在很多的诗歌入面都曾经见过，例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月落乌啼霜满天。杜牧这首诗描写的是典型的秋色。秋霜会怎样出镜呢？我们看下第一句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斜山，斜山路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延伸向山顶。大家注意，以前的读本斜的普通话读音和现在是不同的，而在现在的中小学语文的教学上，就以现在的为准读斜。白云生处有人家，写云写人家，诗人的目光顺着这条山路一直向上望，在白云漂浮的地方有几处由山石砌成的石屋石墙。这一句都有一些的分歧，有的版本是白云深处有人家，我认为呢，应该是白云生处，意思是白云形成的地方有动态之美，大家可以参考海上生明月的意境。在杜牧的《繁春集》里面用生处的比较多，有白云缭绕，说明山好高。诗人用横云夺岭的手法，令这一片片白云遮住了读者的视线，但就留下了想象的空间给读者。在白云之上，云外有山，一定有另外一种的景色。亭居坐外风林晚，这里的坐意思是因为夕阳风林的晚景实在是太迷人了，所以诗人特地这样停车观赏。车我觉得就是古人坐的轿。这个晚字有几层的意思，一是说明诗人眼前的景致已经是晚秋，二是说诗人流连忘返，
到了傍晚时分都不舍得离开。三是说停车在山路上太久了，才可以悟出下面的绝世警句：霜叶红于二月花。诗人惊喜地发现，在夕辉晚照之下，枫叶流丹层林如掩，比江南二月的春花重要火红，重要艳丽。第四句是全诗的中心，是诗人浓墨重彩凝聚笔力所写成，而这一笔重写之后戛然而止，又显得清韵悠扬，余味无穷。最可贵的是诗人没有好像一般平常的文人那样悲秋伤怀，他歌颂的是大自然的秋色美，体现出豪爽向上的精神，表现出诗人的才气，亦都表现出诗人的见地。杜牧考中进士之后，按照唐代的科举制度，还要去到吏部参加皇帝唐文宗亲自面试的关试。杜牧顺利过关，一时名动长安，自己都十分得意。有一日，他同朋友一起去到长安城南的文公子游览，发现里面有一个老僧静静咁样喺度打坐，杜牧就同老僧倾偈啦，觉得呢个人圆言妙子，绝对系一个高僧啊！老僧亦都反过嚟问杜牧嘅情况，杜牧嘅朋友就话啦：杜牧系点样出身名门，而依家名满长安？点知老僧微微一笑，言道：皆不知也。杜牧失望之余冇恼怒，深刻反思，赋诗一首：家在城南道曲旁，良知仙贵一时方。禅师都未知名姓，此阁空门衣未长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游人家。停居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